现在不知道多少了，还是一块吗？这么多年都没涨价。 闪现 AQ 点燃，啊！我再来个吹风，我操！不吹这个风好像还死不了，真是皮糙肉厚。哦。 不必理会，回家了。我没意境，能去哪儿没用。跑不了，哎，死了，移速没对面快。 你怎么没死啊？我感觉他要被追上了。啊，你真补啊！ 啊，确实感觉还挺帅气的。他怎么这么肉呀？我感觉砍了他好多刀嘞。 我想杀狗头的，我觉得我 W 突遁出来的话是能够挡住这波伤害的，那事实证明我是一个小丑。太多人一心逃避，但逃避是不可能的。 尊重我一下，别在我脸上补了，行不行啊？还补？大狗头出破败还是出海妖第一件？ 各位专家来点，董哥有没有董哥？这么出两个都能出，不会错。 哪个？ 肯定是海妖吗？好像还要多一点。
谁是小汤吗？我不知道，谁是？我就打你了，怎么的？有点打不动啊，各位。感觉这波刀变快了很多啊。有的时候想要救人，必须努力战。补刀不努力了，我是不是漏炮车了，对吧？总感觉补刀不努力，可惜。爱狗人士不是这，我打的是狗头，他也是狗啊！你这么说还让主播虐待动物喽？你帽子真会扣。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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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乱七八糟技能防不胜防啊。交个闪吧，交个闪吧。我其实想打他的，但是我有点怕。没事，等下再砍他，等下再砍。害怕。刚刚那一坨黄黄就是他的大招，被甩到就完蛋了。
哇操，看着多吓人啊，这狗头咋咋呼呼就过去了。直接 Q 出来，然后再 E 吧。还在放你那破音响，我不砍死你！要出盾弓吗？我看刚刚说是还要盾弓，还是我直接出无尽呢？破败应该是用不上了，这打狗都不需要破败了。无尽多少钱？3400是吧？不管了，先打狗头。刚好够了。谴责，谴责啥？你要谴责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那里面最奇怪的灵体，它用四只脚行走，说到了梦。聂狗，我可没有啊。哎，你别老是说吃的，搞得我都饿了。我没吃过啊，我没吃过。哎，浪费。我跑了，那怎么地啊？本来我要撞下路的。五个人来抓我，这怎么办嘛？
出吸血，这个。就你抓我啊啊！就你四杠一是吧？我两刀砍死你！我还有个螳螂啊，这个破螳螂，螳螂不好抓，这东西没位移。只要他控制技能一空，他就得死。在一路恐惧之间，随即而动。灵魂出窍。斩去谗言。钢铁裂风。通往幻灭的路。永别。我可以一直续风，然后上去找机会啊。哎，没 Q 到。我可以一直这样上去打他们的。哦，这个盾好厚，先把饮血剑出了吧。可惜可惜可惜，我以为我没大到他，他闪，结果他妈大到我视野盲区了，没看到他。菠萝，我很喜欢菠萝的这个表情，我可爱你。你不打我，那我走了。还真追呀！啊，错了，啊。若是没有悲痛所做的盛宴，亚扎卡那就会饥渴难耐，应该会追过来。没有，我还撞墙了，没 Q 过来，没 Q， 没到墙底下。
挡不死好像，空技能，每次都差一点儿。需要更多电力。